来来来，张老师，你不能进去，你不能进去的，对不起。王佳丽，你是怎么跟我说的？你对天发过誓，你说你不会跟我抢浩东的。你全程我不在的时候跟浩东结婚，你这算是什么姐妹？你怎么可以这么忘恩负义？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你怎么这么无耻下贱？哎呀，你说的对。 你一直把我当成你的好姐妹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也没有今天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在这种场合，如果你。